最近有一个动画片，不仅小朋友喜欢，大朋友也都非常喜欢。这个动画片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叫《猫和老鼠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来自广东的小朋友们要在舞台上给我们讲述一个猫和老鼠的故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七号作品《猫鼠之夜》上场，由广东省茂名市梅武佳音小明星训练营选送，有请。Thank you.
好，谢谢谢谢这些能唱会跳的小老鼠，也谢谢我们这个聪明智慧的小猫咪，掌声送给他们。你们好。你们好，跳得真好，刚才是哪只老鼠跟猫跳舞来着？什么？因为我喝醉了。哦，因为你喝醉了，所以你才有这胆儿是吗？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从来还没见到敢跟猫跳 tango 的老鼠呢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老鼠，这么多的老鼠，为什么就偏偏让他来演猫呢？因为老师看着我能吃苦。哦，你能吃苦啊？不是因为你能抓老鼠啊？你都怎么吃苦了？平时练功要很努力，跳的时候要认认真真的。哟，你的意思人家老鼠都不认真了？就是要抓好老鼠大哥，不让他摔着，要费很大力气。嗯，你是他们当中力气最大的一个是吧？而且那个他告诉我说，他老是对着镜子练那个猫的表情啊，练的都怎么样了？鼻孔都撑大了。把鼻孔都撑大了。你来，你对着我们镜头来一个那个猫的那种表情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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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鼻孔要撑大了。我发现他们特别有表现力，而且特别有表演天分。加试一题，即兴表演题，你来给我演一只不抓老鼠了。我们都知道猫喜欢玩什么，那个绒线球、毛线团，去表演一个抓那个毛线团的小猫，行吗？来，准备啊，我们音响配合，给一段音乐，开始。那就没有啦。好，我们也请评委来点评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监审组成员李旭老师来点评。谢谢你们啊、哦！我今天从一开始，我这晚上这嘴就没合上。你真的，你们这么可爱，把我都给感动了，心里头热乎乎的。今天的题材那么多，你们表演的那么认真，那么自信。与其说是你们自信，倒不如说你们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自信。将来我们的舞蹈事业就期盼着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李旭老师，记住了吧？我们把希望可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啊！来，先看看你们的得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8.00分；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7.00分。七号作品表演得分97.357分，祝贺你们！好，谢谢可爱的孩子们。